你们家这是什么声音？啊，我们家这野猫特别多，猫叫。嗯。 我说你还没好吧？我们上楼把药吃了。哎，嗯。哎，你看我新买的画怎么样？你先看着，我去喝口水。 你还没好吧？确实是。快去坐着。那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好朋友的前 idol， 现在塌房了，看不了这些。喜欢这个现在。<笑>你刚才不是还头晕吗？是。 我这是老毛病了，一阵一阵的，哎呀，现在又有一点。我去给你倒点热水，把药吃了。嗯。怎么了？ 休息啊。 怎么还不走？嗯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回去休息了。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，你去休息吧，我在这儿陪你。嗯。哎呀，你看你来了这么久，我都没给你倒杯水，我去给你冲点茶喝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不是还不舒服吗？没事儿。 等会儿怕他一身水，我就不信他不回家换衣服。菊花茶可以吧？可以。小心点。啊，怎么能接住呢？